白天走进南投地利达马銮部落，家家户户忙着布置圣诞装饰。以往南投县圣诞主灯都设在罗纳村，今年移到地利，族人期望带来观光效益。我们的村民像地利村现在主灯在我们这里，当然他们就很期待，所以他们会很用心的布置我们整个村，希望给大家能够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我打算去到圣诞灯，我爸妈喊新一乡啊，喊人们那么多问题，所以我们很高兴，没想到是放在我们地利村。为了让在地族人有参与感，地利村今年特别以林来进行圣诞布置竞赛，并在19号由乡公所来评比，所以大家是卯足全力，希望拿到好成绩。马达些都林内那么大些都很浓厚，哎，比侬阿拉不那哎说，那比赛有没有比赛呢？想要第一啊！那咱们第三林芒球。Mahdang kami na ito, minta sa isang malakta ni Zika nga iti muskun matas ipanaas amin o pinoadihan isya tisanling to alpaun to inama tsutang ikin. 24号晚间，地利村入口处将举行主灯启用仪式，配合部落族人用心装饰，街道预计将呈现五光十色的圣诞灯，而村民们非常欢迎民众一起庆圣诞。原始新闻八度卡拉班南投新闻采访报道。